昨天才在我的那个 FB 的涂鸦墙上面呢，写一篇，也不是文章啊，就是抒发一下。其实我很害怕人群跟畏惧舞台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唱歌。然后我年轻的时候嘛，20岁以前也是啊，跟所有爱音乐的年轻人一样，就组乐团啊、创作啊、表演啊。然后，可是啊，我跟其他的那个爱音乐的年轻人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总是很害怕。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唱歌，一直在找寻。然后呢，这个过程就等以后我们更熟的时候再聊。那这首歌是我在几年前啊，跟一群中辍生的孩子，我都叫他们要学兵啊，因为真的很要学。他们的标准配备就是逃学、翘家、毒品、帮派、霸凌，还有什么自残，有事没事就给他割一下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我那时候几乎全时间，我的青春岁月都跟他们混在一起的。然后后来我发现啊，跟这群其实很可爱的孩子，跟他们相处的过程，好像用音乐很快进入他们的世界，就可以跟他们打成一片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我为他们写的这首歌叫做《因为有你》。是。
想说，咦，我想说，啊，才唱几首呢？说害羞，其实很爱唱。哦，哎，好啦，一直唱自己写的歌，有点不近人情了。可是你们知道那个吗？是那种什么人类学家还是什么文有什么那种文献上面啊，然后都很喜欢记载什么台湾哪一族原住民族的那个特性，有没有族群特性？太阳族族群特性什么？温柔。哎，温柔，第一次听到你。我刚才在想说，为什么只有卢凯的姑娘，怎么都没有人写太阳姑娘？那时候他只认识卢凯。原来是因为太阳的太凶。哎，我们刚讲什么？啊，好，太阳族的民族个性。标准的个人主义，还有英雄主义、人力主义，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唱人家写的歌了。没有，其实是因为吉他的程度太差，不太能 copy 了哇。好了，这首是我很少会的其中一首，这样你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唱啊。大象长长的鼻子真昂扬。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，孔雀旋转着臂力挥霍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。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，尽他的大度量，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，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，告诉你你的神秘的地方，一个孩子般的快乐天堂，像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，有哭有笑，当然也会有悲伤，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。完蛋了，我等一下结束不知道要唱哪一首了。
得什么？其实这些孩子啊，大概九成以上啊，都是因为家庭不健全，然后其实都超可爱的，而且很贴心。然后因为我自己在那个地方工作大概有4年的时间，我就有点想要逃避，没有，就回，我现在回去大学读书，读社工。然后我那时候在预备转学考的时候，因为我平常都跟这些弟弟妹妹住在一起，然后可是那时候因为要准备转学考。我就请假一整个月回家去读书，然后我就想到他们，因为他们几乎有的甚至叫我妈妈，我很多孩子，但是单身，然后对啊，然后我就在远远的地方写了这首歌，然后在我即将要开学去读书的时候，我就把这首歌交给他们唱，然后呢陪着他们唱的时候。好多的孩子都在哭，这样。这首歌叫做《Take Them Home》，英文不是很厉害。哎，带他们回家。这个世界充满太多噪音，捂住耳朵还是不得安宁，总是要我站在这里。可是也不再相信。
闭着眼睛也是活得很好的，但是睁开眼睛有时候去看一下一些角落里面，还是有一些需要陪伴的生命。太严肃了哈，对不起，我读社工的。那再来这首轻松一点的，我还可以唱几首。这首歌呢，是我常常觉得啊，这个世界啊，这个社会啊，最厉害的就是告诉你，你不行，你不够好，你的腿不够长，不够漂亮，你的学历还不够高哦，你的能力还不够，永远都还有要达成的一个明天，这样。永远都有一些标准跟规则定在那边，可是为什么我们要遵守？这个我就不懂了。所以我写这首歌叫做《有一天》。前面你们应该很熟了，那个歌词。对，我有夹错，对不起。蝴蝶，蝴蝶，闪得真美丽，头戴着金丝，身穿黄花衣，你爱花儿，花儿也爱你，你会跳舞。想念就不见，鸟儿飞，鸟儿飞。
同伴呢。